他一毛钱没有充过，兄弟们，他一毛钱没有充过，我要充值啊！来，帮你充钱。这个人充的钱就比较多的，他就要比武则天充的多。武则天是单次充的少，多次充的多，这个是上来就得充的多。因为 CF5 跟 QQ 飞车特别坑，这两个游戏可以说是腾讯最坑钱的。其实啊，玩王者荣耀并不怎么坑钱，但是玩这个 QQ 飞车啊，跟这个 CF 那叫一个坑。2914211 2264，我都得直接给他充1000 Q 币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都得直接给他充1000 Q 币，太坑了啊！这个天美是太坑，好了，冲过去了啊！来，天美是传说中的大坑货，先充一个六四八，1000 Q 币已经到账，六四八完了之后，六四八，我去，升级到了贵族三啊，升级到了贵族三，恭喜你哥们！领取了一堆东西，贵族哦，贵族四了都，天哪，给他升到了贵族四啊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哎，哎呀，弄错了，我们弄错了，他充过钱，其实我们呢应该怎么呢？哦，他没有充过，他是领的，哎，不对，是永久的，是永久充过钱，我们其实应该，哎，搞错了，搞错了，其实我们应该给他绝对不亏，哎，从绝对不亏里面抽，但是现在已经哦，他这个原来抽过，他还是特别想要这个无影礼包，啊，没事，哥们儿，来，我们帮你抽。其实应该去绝对不亏里面给他先把钻石抽出来，那样子大家还有可能获得一个绝对不亏的密码。他还有二级密码，来哥们儿，二级密码发一下，稍快点，哥们儿，密码发一下。还有二级密码啊，那这个兄弟给我充点钱吧，求你了。这个得中奖，得中奖，抽奖是随机的，在直播间里进行。我去，二级密码都这么长，12678973八啊。二级密码可以暴露，这个没事，因为你们没有账号密码进不去。抽到了一个恶棍呢，非常爽，来继续继续抽，天美这次肯定要废，我跟你们说，天赋点180，来再继续1200钻石的啊，天美肯定要哭，这是什么 M4 一青花瓷，很好，来继续继续抽，精通点15000， OK， 很好，夜玫瑰，这次肯定是夜玫瑰，这次肯定是夜玫瑰，哈哈哈哈，我都知道天美的套路，坑货，来再来，天哪，兄弟们，天美又亏了，哈哈哈哈，一般无影礼包无影都是最后一个才出来的，但是这次这个粉丝竟然先出了无影，算了，我们免费送他一个激光吧，其实这个激光抽中之后就不用再抽了，还剩了1000钻石，但是我们没事，再给这个粉丝充200 Q 币啊，再给他充200 Q 币，帮他把这个帮他把激光也抽出来，哈哈哈哈，天美真的亏了，兄弟们，无影竟然都能先出来，我也是醉了，按道理来说的呀，知道吧，无影是最后一个出，知道吧，我自己抽奖的时候都是最后一个才出的，结果他的这个号，哈哈哈哈，让天美给亏到了家，嗯，耶耶， Q 币怎么没到账呢，不是充了 Q 币了吗，哦，吓我一跳，哈哈，有点延迟，嗯， OK 了，贵族五了，哥们儿，我的天哪，让你直接从贵族三干到了贵族五，我的天，嗯，那太简单了，没什么挑战性了，激光就是你了，嗯，太简单了，抽个奖，哈哈哈哈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让天美亏到了家，哎呀，真是没有一点意思，来我们来看一下背包，他的背包你看到没有，兄弟都没有开，四号背包是临时的不要，五号背包是永久的，我记得是，哦，五号背包抽出来的不要，六号背包的，六号背包购买的，来给你购买个背包，哥们啊，送了你个六号背包，哥们啊，六号背包给你，把你这个枪霸上来， AK 还要个屁，直接换成无影，好了，现在你也是有四个神器的男人了，我们帮他抽两个，一个无影跟一个这个激光，恭喜恭喜恭喜，好了，他的这个号就抽到这里，天美又亏了，天美又亏了，兄弟，我今天先抽到的这个，先抽到的叫什么？先抽到的这个，先抽到的这个无影，后抽到的激光，天美亏到了家。好了好了，这个奖励就抽到这里，我们下面抽永久 H 啊，好了，我们换人换人啊，换人。